要一个唱鸡血。好啦，五秒。贵州遵义化工厂里的人气大排档，仨人157。到遵义了，大家让我一定尝尝烤鸡，今天咱们去试试。满大街都是烤鸡，大姐，这哪家是真的呀？这里真的化工厂吗？1989年就开始的。那在哪儿做？我们上面有个大坝子。哦，好多人啊。菜单了啊，还是按部位卖啊。一个鸡翅、鸡腿，一个剪一个不剪。鸡杂可以拼。菌子掌中宝，鸡皮半份。要先买一下吧。好。唱鸡血很好吃，用你的刀砍。要一个唱鸡血。好啦，五秒。炝炒鸡血35块，麻辣，鸡血非常新鲜，没有腥的味道。这边吃就比较讲究这个嫩滑口感，这个比较合我口味。鸡腿哈，烤鸡腿1个28。哦，可能我还是北方人吧，大口吃肉很过瘾。鸡腿上的筋皮烤的有焦的部分，肉里面很嫩。好，然后剪骨头是你，它剪开烤的鸡菌子18块半份，很脆，炭香特别浓。鸡翅1个12块，它这个翅是全翅，提前烤过一次，剪碎刷酱再烤。这种吃法的话就比较入味儿。鸡皮18块半份，蘸一下蘸水，鸡皮烤的焦一点比较好吃。这个蘸水比我想象中辣多了，它是那个中草药。尊严是灵魂，灵魂是对辣。掌中宝半份18块，这是真的掌中宝啊！这个不同部位就是吃不同的口感，最主要的是没有烤的那么干。蘸水的话，辣椒的味道会更有层次了。我们全家人都在看你。你是我为数不多喜欢看的男主播。要不尝一点？我们毛男人出去的话，谁带自己的矿泉水？好水。